大家好，我是舒怡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套腹部运动。通过有规律的腹部运动呢，可以减掉腹部的赘肉，强化体力。接下来的这套动作呢，都来自于《十分钟速成芭蕾美人》这本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躺在地上，双肘撑地，左右脚依次向上抬起，这一套动作呢，是塑造紧致的下腹。大家可以在心里默数四个八拍，完成一轮之后稍作休息，开始下一轮。如果觉得四个八拍难以支撑下去呢，可以先默数八次，左右脚交叉八次，然后慢慢的再增加训练的强度。下面这套动作是塑造纤细的腹肌，躺在地上，双臂稍微打开，双腿和脚尖往前伸直，保持这个状态坐起上身。要注意的是，坐起的时候不要弯背，也不要用手部的力量来撑起，然后再次保持原姿态躺下。重复以上动作，还原反复。最后一个动作，锻炼上下腹肌，臀部抵靠着墙躺下，双腿贴墙壁伸直，双臂可以横向伸直，也可以放在身体的两侧，臀部用力朝上抬高再放下，双腿朝外，臀部集中力量朝上抬高，双腿向内合拢放下臀部，按照这样的顺序反复练习。这三个简单的动作在家里就可以练习，大家一定要坚持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